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嘛，六甲的一个爱狗人士做的一个狗狗的一个收容中心，算是狗狗的一个家。我们过来看一下啊，看看马六甲的爱心人士，就是对狗狗的照顾。我们看得出来，这条路还是刚刚在开始修的，原来是没有的，比较崎岖啊，下雨天也是比较泥泞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它这边场地真的是够大的，都推平了。这边应该这里的一块整的一块应该都是的，旁边是有点原始森林的感觉，是大片的油棕园。在野心这个地方，就是地方够大，可以找到适合足够大的场地给狗狗来活动。在市中心就很难有这样的场地了。今天有很多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过来看一下。来看看这个工程的进展啊，怎么样的？这边依山傍水的，不要说狗狗的家了，你人在这边建所屋子住的也很舒服啊！啊，大片的绿色是吧？空他气是清要新。建个宿舍的，有照顾狗狗的员工住的。啊，这边还有到时候会有宿舍，然后狗狗的一个休息的，然后活动的一个空间，是对，他这吧？场地比较大嘛。啊，对的，这边有可能还要有啊。一个多月啊，怎么样？要慢慢建啊。弄好了，将来狗狗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到这边来领养的。对，是我们，其实我们也都是鼓励领养，不要要好过去，买卖，真的是，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养一只狗，就是到这边来挑一下，以后看看自己有眼缘的狗啊、狗狗啊怎么样的，可以带回去养。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真的是。其实现在有那么多就是流浪狗啊，我们也。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养狗之前自己要做好思想准备，别养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了，就弃养了，觉得对狗狗也是伤害很大的。很这个真大，的是，我们一会儿就是还会去那个一个狗狗的临时的一个收留中心，我们看一下一个临时场所，因为实在是这边还没有建完，它又没有办法搬过来，我们就去待会儿去那边看一下我们狗狗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马来西亚养。狗狗其实要求也挺高的，有的我们也了解到，他家也不是真的要弃养，他只是条件不允许，被被迫。迫啊，真的是。所以说，养狗之前在马来西亚养狗的条件还挺苛刻要的，大家要合规合法的合去规合养。法的养，对，你一般公寓啊什么都养不了，这么大一个场地，然后你还要工作人员，然后还要一个狗狗的狗粮，日常的一个开销很大的是对，它不吧？是光前期的一个投入，它对，是持久性的、对，持久性的，延续的，我不太清楚啊，这边到底，计划收容多少狗狗？但是花销肯定是很大的，500只是吧？就最计大的划最容大量，就是容量500只的狗狗。那这个每个月的，大家养过狗的应该知道，一只狗的花销，它是光狗粮就是一笔很大的，还洗澡啊，然后疫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疫是苗也吧？很厉害的，啊，是的，对是吧？的，还有狗狗如果生病啊，各方面的，其实对，真的养是狗狗算不。其实跟养小朋友其实差不差不多多了，的，真的。对，所以就是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多，给些帮助，想有爱心的可以多帮助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应该说是，就我们8月10号会有一个，慈善一个晚宴，大家可以来就是参加，然后捐助一下，有能力的可以献捐自己助的一一份下爱心啊，嘛。捐助一份爱心，如果那个的话可以做做义工啊，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是吧？都是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我们的规划呢，我们是要把一个一个狗圈建起来，就比如说这样子建长形的，长形的之后，然后有一半是遮阳的，遮阳了之后，狗狗可以晒太阳，也可以遮阳，是要这个太是热了这个嘛？太热它是不行的。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会叫铺假草下去。为铺了假草下去呢，我们清理就比较方便一点点。然后其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这个狗场以后会是做好像一个家庭日，星期天的家庭日，家庭可以来，把拿了一个凳子进去这个一个小的地方坐住，跟狗狗玩，跟它玩，跟它有互动。这一块地呢是大概是2英亩，我们是打算可以容纳大概500只的狗狗，所以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我们有能力可以得到筹款，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组织购买一片更大的地，
因为我们救狗狗呢都是就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一个时间的事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啊，我们有足够的款项可以未来建更大的地。我们到这个狗狗临时的家这边来看一下，这边是个临时的放一放，因为那边还没弄好。对，主要这边太小了，他们这边狗狗太挤啊，对，有点挤到是吧？但因为还没弄好嘛，到时候有大的地方就可以让他们对，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不过这边准备的就是有，我看到有隔离的，对吧？然后有大笼，有小笼，不同的狗它不同的情况，对，然后做的不同的这样的分类。哦，这么小啊，是狗宝宝，你看，我还挺害怕的，你看，哎呦，瑟瑟发抖，有点挺可怜的。这是两天前，对，送带它回来，哦，带它回来去拍路旁，哦，在路旁。哦，是这样的，一两个月大概这个啊，这个是大概这个大概是六个星期啊，还要喝奶嘞，是的，这样的小狗都要特别的照顾了，要花更多的精力晒晒太阳。喂奶，还是个宝宝啊，是的，跟我们姐姐小的时候养那个狗狗差不多，也是个这么大小的，啊，是的，对吧？一共六只，一窝大概是，哦，这个还好带回来了，你知道野外也是不知道命运怎么样，很难生存在外面，啊，是的。这只狗好像比较活跃啊，对的，放生对吧？这只狗比较现油，现油，它也不叫，你看，对，这肯定是别人以前养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是吧？它不是属于流浪狗，对的，你看，真的是很乖的。啊，给它很容易跟人亲近的。我看到这些小狗，那狗妈妈就很警惕，把它瞟我一眼，瞟我一眼。对，就怕你，瞟你一眼。我怕我把他们带走。啊，把他的小宝宝带走了。你看这小宝宝，有几只懒懒的，有几只还要想着去跟人来亲近一下。我记得我们以前上海养狗的时候，那狗狗刚带回来，跟他们他狗妈妈分开，好几天不吃饭了。啊，对的，刚带回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很警惕的，要3天4天，他才慢慢的感知到，是吧？现在我们跟着这个几个主办的骨干来先看一下，这边8月10号就是会在临镇潘酒楼，举办这个晚宴，这边好像是在重新布置一下这个水晶灯啊，也是为8月10号做准备的，这里就主会场。到时候会有，这现在是拦着是吧，都有很多屏风拦着，全部打开就超级的大，这里一般就等于好几个厅，对，好几个厅连在一起，对，100多桌就是摆在这边，超级大的一个会场。问一下，我们到时候8月10号怎么能参加这个晚宴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啊，我们团体啊，有这一个票，这一个是入场券啊，当你捐助狗粮一包狗粮，我们就会给你一张这个入场券。哦，是啊，这个入场券呢，你可以来参与我们当天的哇，8月10号的这个晚宴。OK， 好的。然后啊，除了晚宴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星明星的。哦，是上面有印，啊，对对对，非常精彩的表演。是，然后我们还有看。超过10000块啊，超过10000块的幸运抽奖哦，这个是就是等于就是抽奖的，留的一个底券，对不对？对，啊，是这样的，哇，这活动很丰富啊。Come one, come all. Hope to see you on 10 August. Please come and support us. OK, we will bring you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8月10号不见不散，让我们同心协力啊，帮。狗宝宝找个家。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谢谢，感恩 ，terima kasih。